谢谢那个继续留下来的，然后感谢那个后面跑出来的，因为很赶的嘛，应该赶走你们了。对呀、啊，真的那个状况真的是不是很好的，不过反正今天留着继续上来玩。他都是接回来的，是。嗯，今天都上什么？前面想要上来。哎呀，我给天，我给天想笑的热情嘛。你可以说你的故事啊。你可以说你的故事。啊。对啊，不要担心嘛。莫想我生来就是一个多情种，努力努力，让我的爱情故事。与众不同，不像我，生来就是一个多情种。你不让我的亲吻落空，想念着你，怎能说爱人的幸福是冷漠世界里最温柔。转经营的那一条，真是。我们当然，人生就是气嘛。这个也是失去方向。情歌可以，这算是很民歌的情歌，他们就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感情谈得多内敛了、啊。可是他内敛得很好，喂喂喂，哎，接着。讲说，他说内敛的很好，他就打电话来。不甘愿了，我就啊，破就破了。觉得是破到底啊！我现在是比赛破，谁破一个破的比较厉害。这个歌名很有意思，叫《三分之一的时间》。作词作曲者叫做林龙泉，随便掐指一算，大概是七十八年。对，可是他那个感情的，他描述的非常的好。用三。